德华，我叫你，唔怪你做咩，我有命喺后边。朱丽萍啊，你做动阮爸计划，就家会当牺牲你啊！等你去阎罗王面头前，是唔通怨恨我哦。苏晴天，你哪来？苏晴天嘛出来吃啊！这边哪有可能啊？哇嘿，家里黄阿叔一般人根本就无法度做到，朱丽萍伊嘛无可能，这一记就会当恢复心智的。我哪有可能家你骗啊？而且我阁发现哦，啊苏晴天甲丽萍阿姨哦，伫咧 QQ 拉拉的时阵，晴天的手环阁会发光呢。发光的手环，那不代表是讲，那手环有发力的。一定是安尼，那无我哪想袂通，为什么丽萍阿姨会当遐尔紧就清醒啊？好，我知影。我跟你讲，你赶紧通知单位，把现场处理好势。等一下，咱来办公室会合。好。我煞无发现，朱晴天挂了一个这么厉害的手环。竟然破坏我的法术！我甲保证啊，这两件代志绝对是同一个人做，而且这个人啊，真了解你啊，所以啊，伊才会利用你咧吃毒啊，才去。而且会知影讲啊，谢克群的死对你来讲啊是真大危害，才会利用谢克群想要做一遍，甲你活起来滴水啦。啊，不过要互我看到克群的幻影，就必须爱有克群的血，才有法度做法。哪有可能啦？人已经死啊，迄血要哪用？所以啊，百平还佫有其他的方法啦。用客群的黑妹嘛是会用，啊，不过我身躯无受伤呢，啊，而且嘛无拄到什么意外，因是要安怎摕到我的血啊？所以这就奇怪啊，敢讲对方有找到客群其他黑妹？
可能啊！啊，客群就敢你这个查某囝尔。搁再讲，我若无甲人过冤仇啊，到底是啥物对阮不利？这尼啊明显，你还搁约袂出来？我甲你讲，我进前毋是咧搞猜疑啊！你无感觉自从江中林出现了后啊，一开始是晴天所来一林，即马换你啊，你三个拢着着邪术啊！恁两家即马哦，除了要结亲情啦，啊，搁迄个土地开发案，即其他的代志啊，表面上看起来拢无啥物关系，啊，毋过实际上也是有一寡牵连。飞弟啊，讲来讲去啊，所有都是一个重点，都是江中林。所以你讲这代志，毋是咧变鬼变怪，无是还搁有啥啦？啊，毋过咱都有甲试过啊嘛，啊，都确实证明也无啥物奇怪所在啊。其实当时我就跟你讲，我唔相信。我跟你讲啦，那这個人我看出出来啦，表面上啊，假到一个老好人啦，啊，不过实际上哦，心肝恶毒佮奸巧啦。伊刚伫个球场遐，就已经证明啊，伊绝对哦，知影法术嘛会晓啦。而且伊知咱在试探伊，所以真主任就假讲哦，伊是钓着你的法，安尼唔就好啊？伊是啊，要安尼对付我，我佮伊也无冤无仇啊。因为迄天你咧时啊，直接讲伊迄块土地风水有问题啊，你等于啊直接甲江中林哦打脸，你听哦。所以暗时啊，你就出代志啊，安尼还阁无够明显。江中林哦，伊用心计较啊，开单做法啊，要完成伊个计划啊，结果你啊啊破破，拜托你破甲伊哦，迄所有做法拢白了工啊，啊毋过伊阁无你个法啊。所以一定要赶紧把你除掉，无要让你继续有机会甲破坏哦。啊，不过啊，你继续在遐丢毒，我咧讲这件代志，我不可能去点点，因为真有够恶劲。我即马在咧问伊。哎，等等等，我跟你去出去，等我等。我马上回去。不知道。我拄则讲的倒数。倒数。干掉你。等等啊！啊，你这个时阵带丽萍阿爷阿舅晴天来，是要创啥？要参加我跟阮爸的会议啊？是啥物萍阿爷？我有代志要问恁老爸。嗯，哎呦，叫恁大家拢来啊！我看叫下骹手的人哦，买一块宵夜，大家哪吃哪讲。OK， 莫阁假啊！还住咧天星呢？我问你的，你过来，你今开嘴拢无好。对啦。嗯。安尼啦，我想要问你讲，你洪修勇迄半年敢拢唔捌？你要为出事开始问无？照你这款速度问了，我要等到民国几年，才我都听到答案啦。朱丽萍啊，洪作法差点啊无命，敢是你咧变鬼？你讲啥？无咧讲啥，你心内真清楚啦。你是毋是想讲朱丽萍伊无命了后啊，你就用个顺风顺水去进行你的计划啊？有啥担当的啊？你无头无尾，就伫遮歹亲情。丽萍是我的好朋友，嘛是我的温情人呢，我哪有可能会害伊命啦？你即马讲这话是毋是太离谱啊？我知影这种指控有较离谱啦，啊，不过我阿妈确实予人做法。无需要甲伊讲较济啦，昨下袂着，直接落来就对啦。你想我即马交代清楚，你想三番两次，拢针对朱丽萍甲亲爹伊妈孙啊？你即马在讲啥？我拢听无啦，啊！莫阁假啊啦！你毋是讲你有找一个正厉害的老师，人伫倒假出来啊？还是讲？根本就自头到尾拢是你叫伊在咧变鬼咧害人啊！人咧收多人咧，毋是叫伊留落来，伊就会留落来啦。而且顶届迄土地看煞了后，伊就离开啊。我即嘛问啊，去倒联络伊。啊，拄则我听到丽萍去用做法，我嘛感觉真意外呢。啊，安尼哦，嗯，好啦，你毋承认安尼无要紧。你即马甲我交代清楚，你银行的行踪。银行，我就讲囝伫只加班开会啊。是啊，等等诶，我甲阮爸就伫只讨论你土地的代志啊。
你若不相信哦，还是我找监视器的画面给恁看。唔免啦，唔免啦。什么唔免？您即马随个监视器的画面调出来。我跟你讲，我会给你定五条，我才看你变哪变鬼变怪。丽萍啊，你嘛是安尼想啊？歹势啦，因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代志实在是有较奇怪淡薄啊。至少看过了后，嘛会较安心嘛。江总裁，虽然较歹势啊，啊，不过还是麻烦啊。实在是哦，好啦啦，既然大家拢在怀疑啊，安尼啦，咱工地哦，来看一下分明的。总裁，好，你个平安，好吧？你想要看几点到几点的监视录影画面啊？昨夜不是要九点，朱丽萍准备开始要婚礼当中开始好了。我要看到真少的啦，啊那无，而且你唔知佫动什么卡手。我甲阮爸拢伫遮是要哪动卡手？你真正认为讲阮爸退役功能，我目睭看一个手指动一个，就当改变的监视录影画面，啊催眠较紧的啦。你对不起。啊，恁这尼啊搞变鬼变怪，要搞阮三个人催眠，嘛唔是无可能啊。哎呦，莫佫讲遐话，无会看就好啊啦。有一家开心，麻烦你啊。等等，有看到无？画面的讲话，你可能继续不乱吧？拄只个画面啊，有咧安尼死，所以我怀疑啊，这画面早就互恁动过脚手啊。伊拄只个一直行，本来对这个影片动脚手，你甲我定调调的。啊，即摆吼，我甲我后生哦，徛伫你面头前，双手哦，老老实实拢无做啥。你白白无甲你较好，你是不甘愿的是？在你的地头诶，地脚手人交代者，啥物代志拢卖当处理较好势好势，敢有真困难？难道我听你安尼讲哦，用澳博恁就有经验，敢要甲阮爸加钱？你这少年，你是咧讲啥？无啦，人拢已经表现诚意啊，你搁乱就无意思啊。当然，歹势啦，是阮误会你啊，唔通见怪嘿。歹势啦，咱交钱咧。你哪算账啊？误会吼，会当解释清楚就好啊啦。我蛮希望以后你会当对我较信任的。是啊，丽萍阿姨，莫有迄头壳无清楚的人，西洋棋就告阮爸。那是听报名以后是咱俩合作对无？哎，我真正我不爱跟你计较。好啦好啦，哎，我无交差吼，歹势歹势。歹势，甲恁交了。死老，看你有啊高啊！爸，你先看。妹妹，麻烦你听着，总裁令。哦，是。啊，坐啦。哎呦，总裁，坐啦，阿公顺利过关啦。好家在有你，让伊两家嘴变阿嘴。那陈长胜接到见伊表情，我实在应该甲翕落来。慢下讲咧，有误会啊。你做了真好，多谢总裁。哎，买你又袂用翘起来呢啊！我是足需要你，莫阮爸学落去对照。